今天以一个非常诚惶诚恐的心情，要跟所有我们国民党的同志一起出发，一起努力。我们要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们要团结全党每一位同志，不管今天各位支持的对象是谁，你所支持的都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，你所支持的都是我们共同理念的同志，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。不但我们国民党的同志要团结在一起，我们还要号召更多更多的好朋友，要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，跟我们一起打拼。党内选举过程或有不同的意见，这是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展现出我们民主风范的时刻，也是国民党未来走向更开放的政党、更多元的政党的一个里程碑。所以我特别谢谢江启臣主席，谢谢张亚中同志、张教授，谢谢卓伯源县长、卓伯源同志，我们一起为国民党来努力，为国民党的未来来打拼。各位同志们，今天晚上是民进党要开始担心的时刻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是一个空前团结的国民党，我们会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国民党，我们是一个团结又充满战斗力，而且是一个战斗蓝，追求的是必胜蓝。未来每一场，不管罢免案、公投案、选举，我们都不会放弃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。我们要共同团结起来，对抗嚣张的民进党，对抗二把的民进党。民进党或许今天还想来对国民党这一次的选举见缝插针，我提醒民进党的朋友，不必了。我们很快的，全党就会团结在一起，我们共同对抗民进党，代表所有台湾的人民，让国民党站起来、强起来、硬起来，共同打败民进党。